开始囤货了，意大利，在意大利也要开始囤货，先囤点货。花糕买回去，买点面包，继续囤。对于吃的东西，很多备了很多，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开餐馆的，有很多很多货，之前就订了很多很多货，因为现在由于疫情，影响生意直线下降，这些可以够我们自己吃，自己吃吃够我们吃半年。现在就是差消毒水、口罩，吃的东西呢，我们是绝对不用怕。我们还可以适当提供给附近周边的同胞。有牛肉、鸡肉、猪肉，有鱼，还有虾，还有很多干货。这边还有一冰箱的海鲜，还有油也囤了一。